哎呦呦，拍戏了，拍戏了！第一幕开始，导演超屌，看一下他的助理小泽会站在小泽的火箭筒上面拍我们，跟拍我们的跑车。现在太阳，他 Q 了，要开始了吗？测阳光啦，摄影最难的就是阳光了，曝光啦、穿啦、什么小的啦。你鸟差点喷出去哎、欸！你老师哎、欸！要往下走了，赶时间了。然后现在就是在移形换点，现在七八台车一直在跑，你不要看我一台车在开而已，前面后面有七八台，出的人没有很多啦，换了点以后，才能带给 MV 更多的心意嘛。有时候看很多歌手，他们就是在一个点，然后一直狂拍狂拍，澎湃啊什么啦，给我一片草原，给我一个星空，让观众有不同感受，我觉得还比较酷。在拍车戏，就是他从我保时捷上面天窗，然后射我这样。我多人运动，不要想歪，我的胸肌真的会动，动力一浪撞到你家都在震动。You know that is money, but you wasted funny. Pressure made you cry, pressure made me high. When you see my eagle eye, you will know how eagle fly, and I know you never try. Figh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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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ght. 每天我的户头多出好几个厘，你还在抱怨老板不是郭台铭？谁的爱你不理，明天他们告白不起。